大家好，我是光滩。我平时分享的财富都是很容易操作，就在家都可以做。但是我今天要做的那个就是好看、好吃，但是真的难做了。这是我精心研发的海鲜魔方，里面每一块都是普通的海鲜。先调了一个番茄浓汁，做好的生蚝小放蘸进去，冷藏30分钟，腌制三文鱼小放再也融，一共做了10种不一样的海鲜小放。白葡萄酒马鲛鱼、松露扇贝慕斯、海燕低温八爪鱼、烟熏比目鱼、椰青三文鱼、酱汁冻蟹腿，还有海鲜冻蛤蜊、青柠土奶鱼，把它们拼在一起，魔方就做好了。